一起上吧，死有何惧？我就我要让你们知道，千万不要被我盯上，要不然告诉我你想去哪儿？你听到了吗？那声音一直在召唤着我。几千年以来的战争促使了我们今天的联盟。我们半兽人终将主宰这个世界。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练就一副强悍的身体极为重要。人类的所作所为已触怒了神。我所守护的，让我越来越害怕。